这个东西你跟朋友介绍的时候，千万不要把它叫做吸管，而要叫它特斯拉流体二极管，档次是不是立马就被拉高了？尽管我设计的这个东西就是个用来喝饮料的吸管了，但神奇的是这两边的吸力是不一样的。为什么呢？当流体从左往右流动时，它几乎不会受到任何的阻力，沿着一条最近的路径呢，就能够来到右边了。但是反过来如果流体从右边往左流动，它就会在每个交叉口兵分两路，而其中一路在经过了这样的一个 U 型转弯之后呢，竟然跟另外一路撞了个正脸，于是就制造出了阻力，使整体的流速变慢了。这个东西呢，是那位奇人尼古拉·特斯拉发明的，目的就是用来替代单向阀，使其能够在某些极端环境中实现控制流体单向流动的功能了。当然，我这样吸你是感觉不到吸力大小的区别的，但是我们让同样都是水分别从两端漏下去，看看这两边全部流完所用的时间有没有差别，就能比较直观的体验到了。好，先让它这样流，用时7秒出点头。再反过来理论上这样的阻力会更大一些，用时也会更久一些。我们来看看，9秒多一点，虽然很不严谨但是区别还是能够看出来的。另外，从水流本身上，能看出有一些不一样吗？所以你想用它来体验一下喝饮料的感觉吗？我会在评论区里面搞一个抽奖，积极参与，说不定幸运儿就是你哦。